等了你16年。别说，听我说，这个11月，英雄好汉全部集合，卫视电影台。扮警察干掉假条子，真办案。做贼呢，也要有点想象力。变装小八，我最大。我的妞呢？你有没有搞错？任达华、吴镇宇、古巨基，玩转黑白无间道。冲锋车，我让你当1个月的千万富翁。老爸摇身变富翁，我有钱当老大，聘金就这个数目吧。没钱要骗很大，真的是什么鸟我们都玩。梁志强带领搞笑家族一起东主游戏，有事为求武功秘籍，引爆灭门危机。你忘了白虎门的金子，下一点不能出手。惠英红、程旭辉，白虎禁忌，11月锁定卫视电影台。